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今天一觉起床，一如往常的被那个狗狗叫醒，然后发现它竟然跑去剪头发了，就是那样子。Look at you! Oh my god! 反正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我以为我跟它可以就是一直保持这种就是流浪汉 style， 然后一直到这个结束。结果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边耍废，所以呢，今天我想说，我不会剪头发，但我可以刮胡子。It's gonna be a big day， 终于要摆脱这个胡子了。可是我还蛮舍不得的，但是其实很想刮，因为没有很舒服，这样，对吧？所以 ，Let's do it。平常我刮胡子呢，都是在洗完澡以后，就是毛发会比较软的时候去刮，就跟指甲的道理、剪指甲的道理一样，就是你泡完热水剪指甲比较好剪，因为比较软。然后今天的话，因为我没有洗澡，还没洗澡，我昨天洗过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要刮胡子的话，那我就是应该会就是用毛巾热敷，但是呢。我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我刚刚才想到，因为我刚刚在折衣服什么的，我刚刚就想到，这个千万不要觉得它是那个以前什么那个尿尿用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我忘记了啦，反正不是尿尿用的东西。这个叫做 little steamer， 就是小熨斗，就是平常。你出国啊，或者去工作可以塞行李箱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用，然后去烫衣服之类的。我跟你讲，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行不行得通？打开，我等一下它就会自己会滚。就是加完热以后，它就开始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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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啵啵啵就可以开始蒸汽。来来来，它现在要沸腾了，它沸腾了，沸腾了以后呢，它就开始，有烟了没？开始有了，有没有看到？就是有这些蒸汽，有没有蒸汽？蒸汽来了来了，蒸汽就可以啵啵啵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面向我自己。好了，现在已经。我把它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就朝自己往下一点，就直接到脸上了。哦，这效果真的是跟那个美容院一样，一痘痘的阿姨不是他们都会帮你洗完脸以后用蒸汽蒸你的脸吗？让毛孔打开。哇，太厉害了，我真的是新发现。哇，很有感这个很有感就蒸。大概一分钟就可以了吧。不管怎么样，毛孔打开了，应该刮了也比较好。因为你在刮的时候，其实都是会让皮肤有受点伤害的。好像其实很舒服。那个各位就是有专业的美容知识的人，欢迎纠正我，这个到底可不可行？乱搞，很爱乱搞。哎呦，开始变软了。好，那水应该也差不多了。我家没有加那么多水 ，OK， 软了 ，OK， 哦，好，然后呢，这时候胡子已经软了，你就可以把这个刮胡泡，Oh my god， Anyway， 刮胡泡涂抹均匀，胡子很多就是通常泡泡这样就够了，要下面有一层，然后我旁边连其实到在会连在一起，只是中间就是有一个。空洞，但我觉得只要再留一下下，应该就会出来了。来开始刮胡子了，这个牌子应该大家知道吧，蛮有名的。而且今天这个呢，我的这个刮胡刀是震动，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应该不是按摩，就是帮助你减少皮肤的摩擦。因为今天刮的比较干净，我都会比较逆向在刮。好，要开始了，要跟我的胡子说拜拜了，来吧。刚刚有那个蒸汽真的是好刮很多因为平常如果你直接刮的话是卡卡卡的那种感觉，胡子现在变软了就还蛮好刮的，刮一刮然后就要水要冲一下，好，上面干净了，再来是下排，吃到毛
来了。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在刮，是因为太多刮不掉吗？还是怎样？好多胡子是怎样？一直吃到自己胡子，有莫名的爽感哎，爽感。好，另外一边，其实我肉瘤中间一撮会很好笑啊，就是干净干净，然后就这边有一撮山羊胡嘛，你也顶哦，日本佬的感觉。拜拜了，毛发们，再见。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结束，然后通常我就会用这个热毛巾来敷一下，然后我们再用那个冷毛巾冰镇。好，现在是不是就是有一点青春都回来了？好，之后就可以上这个化妆水啊，保养品。拜，吸收吸收，快吸收了，因为非常干旱，干旱，努力，完美，结束我们今天这个刮胡子程序。这好像有比较年轻吗？好像没有哎，我觉得是因为头发吧，头发让我还是有点岁月痕迹。很多人都觉得我这样很像日本了，很多美国朋友他们都觉得我这样很像日本。OK， 好，就这样吧。之后头发再想想要怎么弄好了，我要学习一下怎么整理这头发，感觉这头发还是可以有塑造性的。胡子的话，我觉得你太多了，真不舒服。All right， 这样一来我们两个都没有 homeless style。小公主，这样子应该比较顺眼一点了吧？就不像流浪汉那种 style， 这样比较好看吗？还是其实这个头发是配那个胡子类型的，我也不知道。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刮胡子日记。世界还是一样充满着病毒在外面，然后日子还是一天在过。希望大家会喜欢影片。然后呢，我都会把我之前的影片啊，还有我的 social media， Instagram、Facebook， 欢迎大家去留言分享，然后按赞追踪我，我也会不定时的更新。如果可以的话，可以 follow 一下。那么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意思是说，现在要突然刮头发吗？刮头发，哈哈。哇，你这样撸很爽。在讲什么？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原谅我的用词。